然后普遍有十分之一，啊，这是因本来因诶宗教因伫犹太人因诶普遍本来就是十分之一，不过毋是所有诶十分之一，因为即款物件真诶骗十分之一啦，是小诶物件吼，啊，因无因毋免把人拢骗到十分之一，譬如讲迄个汤料毋免骗十分之一，啊，所以因毋是人拢骗十分之一，毋过法利赛人伊感觉讲，既然人家要十分之一，就话所有人拢。啊，所以因是比普通的人搁较天真，搁较天真，伊其实是一个天性的性哦。啊，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。不过问题是在伊讲遮要从啥？伊甲上帝讲遮要从啥？上帝敢毋知？啊，若知，伊讲遮要从啥？第二个伊讲的是讲哦，我无亲像别人遐尼常贪心不义、意乱，搁较无亲像这个求水啦，搁较无亲像这个求雄。哎，这句话咧讲啥？伊吼咧骂人，伊咧骂人，伊讲到家己的所在拢讲恶。哦，你看我冤家天性，人一年金食一遍，你看我一年金食一百几遍。啊，人奉献十分之一，一寡物件奉献十分之一，我是打翻到十分之一。啊，所以讲到家己拢咧顶家己的高，咧讲家己的好。啊，若讲到别人的时阵吼，无一句好话，无一句好话，我无亲像别人安尼才贪心。不羁淫乱，哦，啊，特别无亲像迄个，哦，即摆徛伫我边仔迄个吼，迄个吼，迄个偷香的吼，我特别无亲像迄个。讲着别人拢崇拜，讲着别人的时阵拢崇拜，啊，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伊是标准无关心家己的公义，干那咧关心别人的不羁的这个。啊，所以咱即摆来用对照咱拄则来讲，这个主的基督徒。咱来看伊到底有咩基督徒？咱讲做基督徒四个要紧的所在，第一对上帝敬拜。咱毋知这个法利赛人伊有安怎敬拜上帝，不过伊一定有敬拜上帝，因为伊是讲，伊来上帝面头前，毋是要谦卑祈祷，伊来上帝面头前是要顶，要顶上帝。你看，你看，我伫你遮的安尼吼，你遮的遮侪百姓中间，我是上头的，我是第一的，你看我遮厉害，我。一旦禁食一百几遍，你看我偌厉害，遮也三百偌遍。所以对上帝的敬拜是错误的，伊毋是要谦卑来上帝面头前，伊是要来上帝面头前下拜。啊，伊对属灵的认知，伊有讲到禁食甲奉献，伊有讲这条，啊，伊无讲求，伊无讲求，伊无甲上帝求讲求啥物款的需要，伊拢无，伊就是家己啊咧甲上帝拜，啊咧面嘛。他有处理罪，不过他处理的是别人的罪，不是自己的罪。因为他没证明他自己有罪，他证明他都白，贪心哦，哎，那那那一定讲白了。啊，若你讲不义哦，啊，那一定讲白了。啊，若你讲淫乱哦，啊，那一定讲白了。绝对不是讲着我，若讲着我是天性来的。所以他在处理罪，不过他是在替别人处理罪，他证明自己。所以，那用这个标准来看，这个法利赛人，伊并不咧祈祷，伊是咧甲上帝顶，咧甲上帝顶，顶讲我偌厉害天神，实际上不是。所以咱看这个评定，因为伊祈祷了有两个评定，第一个评定是儒家的评定，儒家伫第九十一经讲讲，有伊是自谦作义，然后佫看别人。我儒家已经通评价真厉害，伊是自称做伊，伊毋是真正伊哦，迄是伊家己讲，迄是伊家己讲，伊家己我顶顶个好，你看我外口。啊，其实这个你到底是有义啊无？你到底有虔诚啊无？你到底伫上帝面头前，上帝甲你看作安怎？咱讲无效，牧师讲哪个会注意？上帝讲啥？啊，这个人是家己讲，这个人是家己讲，家己无好，我是一个义人，你看。我哈尼真够祈祷，我哈尼真够敬虔，我普遍是哈尼真完全，伊是家己也做的。啊，所以这是儒家伊的评。耶稣也搁一个评定伫十一章，因为耶稣咧讲这个法利赛人咧祈祷时阵，你看伊姿势，伊安怎描写伊的姿势？那伫第二节圣经是讲，伊家己祈祷，啊，家己祈祷意思就是讲吼，家己我细细念。啊，所以吼，伊的祈祷毋是咧祈祷互上帝听，伊其实是咧祈祷互家己听。
边仔的人听，伊就咧点嘛，甲上帝点，咧甲边仔人点嘛，你看我是怎样来坚持？所以伊实际上毋是咧祈祷，伊家己咧细细念。所以耶稣讲，这毋是咧祈祷，这是家己咧细细念。啊，咱来看汉文的圣经，伊阁记住，汉文的圣经讲伊吼，安尼七块块加伊啊，昂然站立，我一卡伊啊七块块。哦，啊，这吼，甲咱咧讲迄个万里天然的白话不变。因管伫天然的白是上帝哈尼将高超哈尼将超过的时阵，咱应该强敌。啊，这个法利赛人所代表上帝的话，就哦，徛到到好势安尼吼，啊，徛到到底，啊，徛到骨巴都骨走出来安尼先，你甲上帝顶，我挂厉害，安尼称过关。啊，所以这是耶稣的天，耶稣的天，所以这是基督。咱来看这个天主的人，这个天主的人，圣经讲一节的讲这个。讲那是迄个抽象唔吃，连夜晚半天也唔敢，简单为天讲，上帝啊，你怜我这个有罪的人，我都讲过咧，都讲过咧。啊，所以咱也来对照这个主多部的标准。第一，伊对上帝是吧？伊的姿势，伊讲伊唔吃的，啊，简单为天，啊，表示讲伊伫这个所在，伊知影伊有罪。啊，所以来到上帝面头前时，伊真惊。所以这个天顶的上帝，这点伊惊，伊有惊到这点。所以伊的姿势变作是真强逼，啊，真惊。甲这个法利赛人姿势无多变，迄个姿势是真浅安尼吼。啊，这个抽象的人，伊是安尼真惊真强逼，因为伊知影有罪，所以伊去念的万一天的每一句话的真实。然后伊有困境，啊，伊困境啥？伊困求上帝赦免伊的罪，伊困求上帝赦免伊的罪，伊毋是困求上帝予伊赚搁较济钱，毋是困求上帝讲予伊啊，伫社会上面搁较悬，伊毋是祈祷这个，伊祈祷上帝赦免伊的罪，啊，伊怎样上帝赦免伊的罪？这甲迄个寡妇真相像，寡妇求上帝啊，求这个寡妇求迄个寡爱伊心愿。啊，这是伊应该定，伊应该定是这个官吼不记啦，伊无替伊心愿，啊，所以这个心愿是这个官有家己应该定，啊，所以讲咱若是求上帝公义，有必这两点来来强调这个重点，咱若求上帝公义是有必，这个所在就是来讲上帝公义，上帝下面人的罪啦，只要你若知有罪，你知影头条边，你知影上帝。下面你的罪，你来到上帝面头前的时阵，你甲上帝祈祷，你是咧求上帝保佑。啊，所以伊的求是咧求下面你的罪，伊咧求上帝保佑伊的罪。然后伊咧处理罪的问题，伊嘛是咧处理罪的问题。啊，不过甲这法利赛人有法度变，法利赛人是咧处理别人的罪，这个求上帝人是咧处理我家己的罪，咧处理我家。所以伊有咧处理罪，毋过拢做无共款。啊，伫这个咧避免会错误的中间，咱拄则讲主的祈祷文，耶稣叫咱来避免两样代志。啊，第一项是吼，祈祷毋是咧作秀，祈祷毋是咧顶家己啊。啊，若伊安尼来讲，变法利赛人是拄啊好去模仿着这点，因为伊都是超工来到上帝面头前要顶，啊，这拄拄啊拢是耶稣教是必须。然后咱来看这个抽象，伊拄好合这个，因为伊来到上帝面头前，伊知家己有罪，伊毋听的，伊闭起来，伊闭起来，所以其实是伊惊，伊知，伊毋是要作秀，伊是闭起来，伊的祈祷实在是要甲上帝讲话，伊得到惊起话听着，伊知影人无妄言语，啊，所以拄拄好符合着这个。耶稣咧预备的，然后咱看第二项，这个第二项长地，啊，这个长地我想这个法利赛人伊都应该真长，所以圣经讲伊一块啊，啊，不过若要念家己教会所在拢无，即咱会当讲足济，我当会当讲正济，所以我看这个法利赛人伊都一定比我所讲得更加好。啊，咱看这个抽象的人，我讲出，讲吼，有你下面话，讲吼，讲上帝啊，你怜我这。我较聪明，啊！即句伊讲，规个人毋知，不过伊看较聪明，伊伫遐咧求上
所以最后咱来看伊的总评，耶稣给伊的总评，咱看第十四章，耶稣给伊的总评，耶稣讲我甲你讲，这个人回去，回去伊的厝，得到称罪，赢过去，来讲这个欺骗的人，伊回去了后，才祈祷，等到祈祷了。这个抽象的人，伊被称作伊赢过法利赛人。迄、那个法利赛人家己讲家己话后，伊家己讲，啊，这个抽象人都无讲着伊后，都无讲着伊后，总是上帝讲，你回去了后是这个抽象的人，伫上帝面头前是这个伊啊。这个家己认为是伊啊，这个法利赛人得到无路用，得到无路用。这个抽象人是无讲到我有家己话。总是上帝讲，安尼你讲，啊，这个法利赛人是讲归对家己话后，上帝讲迄不好啦，迄不好。所以伊这个所在讲到，是这个抽象的人当去称罪，赢过这个法利赛人。然后第二个评语，这是一个总评语。耶稣讲，既然自高的要服伊，家己低的要服神。啊，这是一个总评语。这两个人伫上帝面头前。耶稣的总结就是：，可是主高的法利赛人，上帝要服伊。啊，这个抽象，伊家己比家己知影有罪的，向上帝认罪的这个人，上帝要服伊。所以两个人实际上看一个在祈祷，法利赛人在祈祷，干这个抽象的人，伊在祈祷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安尼来讲的时阵，就有遐尼奇妙，咱会当来。看咱达一个祈祷，咱有咧祈祷无？啊，咱来祈祷的时阵，咱先发心看，咱的祈祷确信这个法利赛人，还是确信这个抽象？咱会当用做祈祷无？做标准，三不五时啊，先发检查咱的祈祷者，先发甲咱的祈祷拍一粒分数。咱有当时会当先发心看。那上帝伊是安怎来看咱的祈祷？到底咱有咧祈祷？这个所在讲这个人的祈祷，另外迄个伊是讲伊咧祈祷，伊是有啦。啊，咱当时咧祈祷，咱敢真正有咧祈祷？咱当时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，怜悯阮艰难，怜悯阮常常会陷倒伫一个错误，亲像迄个法利赛人的情。我袂一直我来强逼伫你面头前，我有当时想过头欢喜来到伫你面头前的时阵，敢若会一直讲阮得意的所在，敢若会一直讲阮外口的所在，阮煞袂一直认同伊。主有当时来到你面头前的时阵，阮满心的委屈，所以阮敢若会一直去指责别人，煞袂一直反省阮家己。主万载前不是阮你所在。你所爱的是阮强逼来到你的面头前，仰望你的名，感谢你的恩典，然后将阮所需要摆在你的面头前，搁处理阮家己的罪，毋是别人的罪。主求你教示阮，予阮知阮要安怎祈祷，予阮知阮要来到你的面头前，真侪主你所听的。